我拜托拜托你不要催了，挖机老板使劲给我打电话，咋回事呢？找了一个顶班司机啊，干了一上午，人家不干了，嫌太臭了，嫌这个牛粪太臭了，这不又把我给弄过来了。哎呀，撞脑浆的这个味道，我都挡都挡不住了。这司机师傅说了，臭他挡都挡不住了，我也臭啊，我这臭才不来的。哎呀，马总又把我给弄过来了。好了，你就回呗。咦，这个咋回事？这个，那不是你开的时候闹的吗？我啥时候？我那天开好好的，就我弄的，我可没弄啊，你别赖到我身上。我看你跟马总咋交差呀、啊？哎，烦死了！这玩意儿这得说清楚呢，好好的工资板怎么弯了？别到时候让人马总说话呀、啊！啥情况？上午撞了几车？不知道。咦？哎呦喂、哎！就这点心眼出来开挖机呢？问你撞了几车，你也不吭声。哎，你啥意思嘛？这个直接给我整不会了。哎，程叔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下午走的时候，那工资板还好好的吗？还直溜溜的吗？哎呦喂，给你急坏了！哎呀，兄弟们，这咋办呢？这个，哎，开呢还是不开呢？哎，咋办呢？看马总面子，该干还得干呀。你总不能把挖机给人停这块儿，不合适。臭臭点吧，就我干吧。怎么现在这司机脾气比脚气还大呢？我也没说啥呀。哎，没办法，兄弟们。反正我也录了视频了，回头他马总他自个儿看去。我过来的时候那工资板就那样，弯成一张弓了。现在不知道那东西弯了对这个油缸有没有影响。我主要担心其他地方。哎呦，这蹦迪了，这哪是开挖机了，搞这么大音儿，好家伙，吓我一跳，声音开那么大干嘛呀，我都想不通。哎，关上门，关上窗户，要不一会儿又给我臭懵了都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就看我表演了。今天你看，哎，让这个司机给我摆了一刀，你说说，有啥话就不能好说吗？这一天天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都脾气躁得很嘛。你看他开车起步还烧胎呢，还，我觉得不至于，指不定以后还互相介绍个活啊啥的，介绍个工作啥的。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了？这咋办呢？弄得我还给我那么整不好意思了，还。没事，回头给马总打个电话，给说一下不就完了吗？看来今天下午这意思不装车了，翻斗车司机也没过来。哎呀，今天这个比昨天那个厉害，今天这个这直接臭水坑，这个指挥给我说了啊，上面的吸的不用管，就捞那干的。好吧，兄弟们，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儿吧，怕你们看多了晚上吃不下饭去。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小赞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明天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